你先来。我觉得你真的够小不错。好爽。形容的时候眼眶都是泛泪。你们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刚刚有打预防针，你被催眠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我们到底要不要课啊？我不要一口吃，你们要吃，太精彩，太精彩了。哎，他们都吃嘞。好了好了。